一，什么是立轴？24课讲到吴昌硕任歌中提到的书法形字，有七种：直幅、横幅、条幅、琴条、匾额、楹联、扇面、侧页。直幅、横幅，它算一种，无非是纸张直放或横放。条幅是整幅的直向对开，琴条更窄一点。这些都是在说纸张，纸的大小不同，而名称各异。至于匾额和楹联，和建筑物有关。大堂上面挂的是堂匾，左右楹柱上是楹联。吴昌硕论歌中匾额包括堂匾和斋匾，楹联也包括家中等普通场合挂的对联、春联等等。还有扇面、侧页，这是日常用品。这两种跟装裱有关，是多层纸装裱而成的，或者说扇面、侧页是装裱后的名称。还有一些吴昌硕润歌中没有讲到而我们经常听到的名称，如立轴、手卷、平条等等，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这些名称都跟装裱有关。装裱本身不属于书法，但书法创作却要懂一点装裱。那么直幅、横幅、条幅等装裱后叫什么呢？在装裱这里有些专业的术语，像图式经过装裱的直幅作品称之为立轴。立轴的意思，一是下面的横轴左右两头都有轴头，立轴上下有两条杆，上面叫天杆，下面横轴是地杆。二是立轴独立悬挂，不成主，符合这两点就是立轴。有些表件没有轴头，那就不是立轴，它有其他名称，我后面再介绍。二，装裱工艺。我这里不是教各位怎样装裱，而是讲一些基本知识。首先记住，装裱的根本目的是使原作品的细节表达清楚，神采真华，而且保护这作品，使之不易损坏。装裱的工艺步骤很多，主要有四步：脱、镶、覆、装。 2.1 脱。装裱书画的第一步是脱，又称小脱。你对自己的作品了解多少？当我们写完一张作品，纸上留有折痕，墨道旁纸张会皱起，整张作品不平整，也就是说刚写好时你看见的作品是不真实不全面的，跟一个人脸没有洗干净那样，干扰形象的因素太多。经过小脱，作品上所有的皱纹都会消失，细节都清清楚楚地得以表现，这时我们才看见了作品的真实面貌。
小托是在作品背后贴上一层纸，并且刷屏。具体做法是先把作品翻过来，在背后刷上浆水，然后裁一张尺寸略大于作品的纸，贴在作品背面，并且用中刷刷屏。这张纸又称为命纸，是保护作品性命的。小托后，作品的细节和神采就显示出来了。这是装裱师傅正在作品的背面刷浆水，他手里拿的是大拍笔，用推的手法容易刷平，但这样一上浆，作品就湿了。如果作品画线或画格时用了水溶性的颜色笔，这时候格线就会硬化开来，甚至会消失。还有，如果你是用墨汁新写的作品，也要先关照师傅，师傅上浆前会试一下是否干透了。墨汁不如手工磨出来的墨，行内说咬不住纸，上浆后一刷可能硬化，我们说出胡子了。自己手工磨的墨汁就没这问题。用墨汁写的作品要放一个月以上，装裱才稳妥。如果你很急，那就要把作品用纸包好，放在蒸笼里蒸半小时左右，让墨汁中的胶渗入纸张纤维，这样就可以避免硬化。碑帖拓本装裱时就要先蒸过，记得蒸的时候不能盖上盖，否则有水滴下造成污染。刷好了浆水，然后上托纸，这时候不是用排笔，而是用棕榈丝做的刷轴。托纸和作品要粘住，不是靠涂厚浆糊，恰恰相反，是用薄浆，而靠多刷。你要想到，将来有一天装裱旧了或者坏了，要重新装裱，那时候就要把装裱拆掉，把字心，也就是作品取下来。所以命纸不可以和作品粘死，无法分离。小托好的作品四边涂上浆糊，贴在墙板上阴干，干透后取下，然后进行方形，也就是裁成方形。如果作品本来有点歪斜，装裱师傅会在这个时候纠正。注意，第一刀是切签名旁边的这条边，也就是左边，然后是右边、上边、下边。又如这一张，你看左右两边所留的空位不一样宽，第一刀把签名这里的左边切平了，然后切右边，这时就会把右边的宽度切得和左边一样，以求对称。这就告诉我们，你写作品时签名不要太贴左边，太贴就会影响到右面的那边，
这在写作品时要注意的。当作品经过小托和方心字后，你有两个选择。如果你挂在西式房间中，我建议你直接用镜框。小托后的作品很平整，加西式字边和墨框很容易。西式镜框中作品不接触潮气，不容易发霉。不过这样一来就不是中式立着了。第二个选择是继续张裱为中式立着，那还有好几步。 2.2 镶。作品要装裱为中式立着，第二步就是镶。镶的意思就是镶上四边，左右两边和天地头。22课我讲过，黄的本意是积水池，四边围住就好像一个黄池，所以称为装黄。明代方以智《通雅·器用》说，黄有池也，外加圆则内为池，装成卷册谓之装黄。黄即表背也。那镶在作品四围的是什么东西呢？通常是花翎或梗卷，都是丝织品。丝织品很滑很软，不好用，所以也要拖过，在它们背后拖上一层纸，这样就厚实了，可供随意剪裁尺寸。也可以用色纸替代丝织品，做法一样，在色纸背面再拖上一层，效果十分古雅。中国装裱中镶料颜色讲究素净，通常都取淡色，如月白、湖色、银灰、青灰、驼灰、米色等，不用艳色。用四块料围住作品，这称为镶。镶的好处是比较节省镶料，但有接缝，经常卷动的话，这接缝可能爆裂。还有一种办法，就是用整张的料中间挖出作品大小，然后把作品放进去，这称之为砍。这样一来就没有接缝了，但很显然这种方法比较费料，成本较贵，香港称之为挖裱，价格比镶高出两成。最镶料是不能直接贴在作品面上的，那样会损坏作品。标准的做法是把方心后的作品翻过来，在命纸四周贴上很窄的纸条，称之为柱条或局条，然后翻身正面向上，这样四周就多了一条细边，镶料就是贴在这柱条上的，离开作品大约两毫米左右。万一有人拉扯镶料，暴力的位置必然是柱条
这样就保护了作品不受伤。有些人把注条贴在作品背后，然后开始小拓。我赞成先小拓方心，然后贴注条。这样，作品只有一张命字碾在背后，其他都不牵连作品，最为安全。中国装裱注条往往是淡色的，甚至和作品相同，所以一般人都感受不到注条的存在。日本经常用深色的注条，这样贴上香料后，作品视为就出现了细框，其实就是注条的颜色。近年来也开始在中国流行，你可以自己选择注条的颜色。这是镶好的表件，我们看见作品视为香料都贴好了，上下还多了白色的纸，这叫夹口，用处是等下包天杆和地杆的。装裱到这一步，整张立轴皱巴巴的不平挺，那怎么办？ 2.3 负，作品镶边之后不平整，那就翻过身来再拖上一层纸，称之为大拖，通常叫做负背，道理跟小拖一样。覆背纸古时候用连式纸，现在用棉连较多。如果作品很大，可改用料半，料半纸比较厚。覆背纸一张是不够的，事先要两张裱在一起干透，然后裁好尺寸，拖在镶好的作品背面，并且用中轴排实，不留气孔，然后贴上壁板待干。贴板时间最好超过一星期，日本有贴几个星期的，时间长取下来后比较平，时间太短会如瓦片那样卷起。香港因为工作地方小，所以贴板时间也短，这是迫于环境，内地应该好一些。你要留充足的时间给师傅，手工的事情没法快。有些人一交作品就不停地催师傅快快快，这是很难做好的。覆背完成，这个背要压光。22课我讲解过什么是压，忘记了再去看一看。卷轴做好后经常会卷起，这时候背面就会接触正面，时间长了就会磨损作品。压光有两道手续，一是涂蜡，那可以先融化为圆形或者方形，然后涂在作品背面。二是压，就是用光滑的石头磨光，同时压紧纸张接缝。压光很花时间，磨一小时以上是不稀奇的。现在很多厂家不做哑光了，你打开卷轴看背面，哑光过的有光泽，没哑过的是暗淡的，
一分价钱一分货，价钱便宜，经常省了工序。 2.4 装。当托、箱、付都完成之后，剩下的工作就是装凿头、装天地杆、穿绳接带等零件安装。一轴的地杆两头配有凿头。图中是现在做地杆的情况，用车上车，效率很高。以前是用刀削的，当然辛苦多了。比较好的设计，地杆榫头和凿头锚眼都是方形的，这样插入并施胶后十分稳固。立轴收起时，以两手抓住凿头转动。方形锚榫比圆形的牢，不易脱落，现在很难一见了。这是装天杆的情况。天杆又称煤杆、上杆。等下穿绳的铜丝圈也是装在天杆上的，行话叫犄角圈。然后在上夹口涂浆，包起天杆，露出犄角圈即可。接着装地杆，把已经配好凿头的地杆在下夹口施浆糊，包紧地杆。这是穿绳，穿绳也有很多穿法，事不详述。零零碎碎的还有如包手、千条、字类是什么，将来再说。到此一件立轴就基本完成了。立轴是要悬挂的，所以地杆和轴头分量不能太重，太重就会把上面的接缝拉开，甚至零卷的纤维都会分裂。地杆通常用杉木、松木即可，凿头普通就是杉木上漆，贵重点用红木，那太重了。米府说牛角做凿头容易引虫，且有尸臭，这些都是要注意的。谢谢各位。上一课简单的介绍了作品的装裱，不懂装裱，后面手卷、册页等就没法讲。立轴是装裱中最基本的一种，今天继续深入介绍。标题跟从上一课而来。三，什么是圈档？郑志通幕布说，档是为横木框档，支撑或分隔器物用的木条称为档，如长档、门档之类。比如黄池，那是士边围住的积水池。黄是指中间的水池，四边的木框就是一个框档。3.1 单色表，
作品四边用香料围住，等于一个框，称为圈档。具体来说，天地头左右边组成了一个圈档，圈住作品。圈档四边只用一种颜色，四边用四种颜色肯定不好看。如果装裱一件作品只用一个圈档，然后装上天地杆、凿头等零件，这是单色裱的立凿。立凿的长短是根据什么来决定的呢？一是作品本身的长短，作品长，装裱出来的立凿当然也长了。二是建筑物的高度，也就是天花板有多高。如果你拿一张作品去装裱，不提供尺寸要求，那就等于由装裱师傅来决定立凿的长度。装裱师傅没去过你家，那只能根据行规来决定。以前的算法是从作品开始往外加宽加长，作品宽一尺长二尺，立凿宽15寸长6尺，作品宽一尺长3尺，立凿宽15寸长7尺，作品宽一尺长4尺，立凿宽15寸长8尺。这样的长度适合以前那种中式厅堂。简言之，作品装裱为立轴，总长度是作品的2至3倍。立轴挂在什么地方，事先要心中有数。也可以把需要的总长度量好，然后去装裱。现在西式住房天花板高度只有8-9尺左右，立轴悬挂起来离开天花板和地板至少要1尺。很多人装裱后拿回家才发现立轴太长了，所以可以反过来做，由你提供立轴的总长度，把这长度告诉师傅，师傅根据这尺寸来配香料。举例来说，旧时中式厅堂，中间8仙桌，两边太师椅，背后有一长案，又称为春台。板壁中间位置席村中堂，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位置，所以有些人把挂在这个位置的字画也称为中堂。挂在中堂位置的作品至少要4尺整幅，这时装裱长度是先度量实际总长度，然后减去字画长度，余下按6:4分配天地头。顺便说一句，挂在中堂位置的字画都是单色裱的。家中悬挂的立轴尺寸未必适合展览，如香港大会堂展览厅里的展板高 3.4 米，
也就是 10.2 4尺。这种情况下，八九尺长的立轴悬挂就没有问题了。照片上工作人员正在布置展览，这些作品都是单色表。你可以看到装裱出来的长度不同，七长八短。布置时候应该根据作品的终点排齐。3.2 双色表。如果作品不大而房顶很高，这时当然希望立轴长一些，但作品是不能加长的，只好加长天地头。在单色表中，加长天地头会觉得色彩很单调，这就应该考虑用双色表。双色表是圈档外边再加天地头，这个天地头的颜色和圈档不同，形成双色表。双色表引起一些术语上的变化。在单色表中，圈档上面是天头，下面是地角，有些人称为地头。到了双色表中，中间是圈档，圈档上面是天头，下面是地角。那这样一来，原来圈档的上下边叫什么呢？这就产生了一个新名词，格书。有些书把格书写为格水，上海也这样混称。我想是上海话中格斯格斯几乎同音，引起误会。2005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国书画装裱款式百例》一书，这是装裱高手杨正奇先生的遗作，可惜没有完成，身后由他两个弟子徐远兴、徐湛补充，得以出版。这本著作有传统装裱，还有不少新派设计，我这里选几幅作为例子。我这课程主要是讲传统的款式。现在很多人去装裱时完全心中无数，什么要求也说不上来。如果有这本书，你可以指着一种样式说，请给我装裱成这种样子的，那就确定了装裱结果。第一幅是标准的上色临表，作品则为一个圈档淡色，上下加天头地角。注意图片上没有标示天地杆和招头。第二幅是他们的创新设计，作品就是画心，先加长，在作品上下加了淡色格书，然后外面一个深色圈档，看上去也相当悦目，我认为是一个成功的新设计。这一幅双色表多了两样东西，一是作品上下多了两条深色的边，称之为景眉。有了景眉，看起来就比较醒目了。二是在天头上还有两条，称之为镜焰。
古时候这两条茎叶是活动的，有篓飘带，当燕子飞过必然有风，这飘带就飞扬起来，可以赶走燕子，以免乌绳立轴。现在茎叶已转为装饰，贴定在天头上，不能飘动了。茎叶不能太宽，通常是天头的 3%。 举例来说，如果天头20宽，茎叶就是6分。中国装裱中茎叶的颜色通常和圈当颜色相同。3.3 三色裱，立轴的配色最多可以用到三个颜色，这就是三色裱。三色裱可以更长一些，名称又有点增加。作品四周是圈当，最外边是天地头，这个没变化。圈当的上下边现在叫上下格苏，这和双色裱一样，但现在格苏和天地头之间多了一个颜色，这叫什么呢？这是复格苏。上下复格苏也是6:4。注意，没有四色裱、五色裱，颜色太多会输。这是很典型的三色裱，配有茎叶。请注意，圈当颜色最淡，越往外越深。日本装裱跟中国有所不同，这里不详细讲了。3.4宣和裱，古代装裱传至今天的款式有宣和裱一种，有些书称之为宋式装。唐代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说，至近代以前装备不佳，宋时范晔使能装备。范晔就是《后汉书》作者，南朝刘宋时人。《宋书·范晔传》说他家乐器服玩，并皆争利。又说晔性精微，有识字，出类多善，衣裳器服莫不争损制度，世人皆乏学之，使人很会享受，故装裱必要求很高。但范晔的装裱究竟达到什么水平，看不到了。赵宋徽宗宣和年间建立画院，并且规定了装裱尺寸、式样、用料等。装裱设有提举官，这样装裱水平大为提高。宣和裱的格式最大的特点是有竹编，竹编就是在作品四周唯一古铜色的细边，然后上下加格苏、天地头。也可以说宣和裱的圈当是用竹编框起来的。我们再来看看杨正奇先生的设计。这一个作品四周有竹编，竹编外有浅色格苏，然后
上下天地头，很标准的宣和表。这一幅有点不同了。首先，作品上下加了米色格书，然后加竹编，格书在竹编里边，竹编外加天地头，这也是宣和表。这一幅竹编不是一个框，左右两边古铜色细边延长了，跟整个立轴的长度一样长，称之为通天边。通天边是装好天地头后最后加的，有包边的作用，立轴的两边就不容易损坏。郑一梅先生曾记录过这样一件事情，沈内守请吴昌硕画一幅山水，吴昌硕完成后交件，沈内守看了不大高兴，觉得这作品只是应酬作品，不大开心。但等装裱制后，效果完全不同，沈内守评为神品，并且向吴昌硕道歉。装裱不是，谢谢各位。